是不是佛祖吼，迄悟性相差爱到五百岁，我可能唔免啊你。你安尼讲吼，你是有影有影吼，太没有知见。哦，你是太无明，你讲这款这浅的话，吼、哦，迄五百岁已经是足紧啦。所以一个人的慧眼吼。真正是你到某一个程度，你个人无同哦。你千万莫你个讲讲哦，就干那当伫个财色名利顶管，迄是啥？迄是上低，上低。哦，你个讲讲人拢一定伫个财色名利顶管，迄是上低，差太远。哦，差太远哦，所以我哦，尽量提悬恁的眼光，真紧的哦，你布施乞丐哦，搁再起愈啊深，能力精进，上天地位，哦，你若讲一直喺眼光拢遐低哦，这唔知爱搁偌久哦，我看不止五百岁。跟几千岁都得爱，所以要哦，有人问我讲，啊菩萨道是要怎行？我讲哇，这后我都讲，这吼这我都随学，这我都讲，随学就是啊，那我都知影偌济吼，啊那对恶安尼，哦，但迄是要怎讲？因为我若一讲清楚嘞，一清晰啊，你先你话，当我遐久安尼唔通，安尼我即摆无安尼行，我行我简单嘞就好。其实伊个是点点滴滴出来，到尾啊瞬间，即我都难讲菩萨道。你讲安尼即摆讲是毋是伤早？是有影伤早，啊，但是无讲敢袂使。无讲阁未使，好，我们继续看哦。哦，你来讲啊，即摆小杂班，安尼以后吼，我一千岁以后再来讲，哈，等一千岁以后再来讲菩萨道。告罗陀，色为常也，为无常也。回答说，是无常，世尊。复问，若无常是苦也？回答说，是苦。这是苦地的四个形象啊。无常苦，空无我。其中两个哦，无常苦哦。再来，受想行识亦复如是。复问罗陀：若无常苦者，是变异法。多闻圣弟子顶礼中见色是我，亦我。哦，我亦我嘛是两边相啊。哦，是有相在佛。回答说：“佛也，世尊。”讲我跟意哦，我的是同，是我的是同，意我的是不同。这同不同哦，还有很多地方出现，不是只有我跟意我。
不是以我那里。其中，这句是出在《楞严经》内底哈，《楞严经》内底哈。什么情形？就是讲，咱还佫有四因的时候，这四阿弥陀专做第一境的同一施主。这个性吼，甲倒一个有关系，唔是这个哦，是这个。这色是甲地见，就是甲咱无明的业识转作智慧的地见，甲这个有关系，这个。伊讲，咱若也无法度安尼的时阵，那么无一个正确地见的时阵哦，会同意，是准，准就是准度，有实。要失准，好，比如讲微生不生有失准无？有，好，因为吼伊无积极的生，所以准度有差，哦，而且好歹无法度分个遮清楚，难进我那无法度分得清楚，迄个失准，什么款失准？易失准。你要甲分吼，分袂清，念甲精吼分袂清，但念当作精安尼吼，都敢若讲，我拄前吼拄则毕业迄个例子吼，讲伊毕竟讲就是八大行业内底吼，好不容易出来了一段时间了，伊阁想要阁去重新再抄一页。操作伊个就业啊，就习性啊，就的职业。你讲有失准无？你讲有失准无？虽然伊即马暂时感觉较轻啊，但是伊毋知伊搁再转去讲啊，反正迄当做两工迄二十工，所以伊想安尼考去谈哦，想要搁转去做迄。啊、我问伊讲，啊，你先啊，那袂过啊？伊讲啊，我别行都无闲吼，无会应面吼。啊，有诶所在阁苦，啊，加上有诶所在苦了吼，我常常入去做了吼，焦虑症阁会起来。我啊，你有焦虑症会起来，你阁敢去？伊讲我有信心，因为我即摆已经学好啊。我讲嘿、欸，奇怪，恁甲听即个话前后矛盾未啦？我咧想你。你讲的话都常常颠三倒四啊！你，我看你大敢听？我讲啊，你都找原来迄个所在较苦都袂要紧，薪水低都袂要紧。伊讲，但是我若一入去遐，我焦虑症都夹起。我讲啊，你焦虑症夹起，安尼敢真正无代志啊？伊讲已经学过一段时间啊，伊的菩提心已经有啊，坚强啊，未绝对未搁再念嘛。我讲你绝对未再念，你碰着迄个较苦的所在，迄焦虑搁会起来，安尼敢有算清楚？吼，这足侪人伫这顶悬都分袂清。阿弥陀佛。到那个想去，那个说做二十天，哎，做十八天，休息两天的。不是，另外一个好的所在，正经的所在。是安那奈安尼，因为伊大遐，少是有少，但是吼，就是因为，迄工作较辛苦一撮啊，啊伊款，伊就承受不了啊，所以讲吼。这素食吼，素食你若苦食少的人吼，总袂卡要食苦。啊，当然伊碰着正业的所在，较苦一撮，伊焦虑心就个，就个会出来。啊，其实迄嘛是啥？迄嘛是吼，身无法度转熟引起的。
因为伊都太习惯于以前迄款受难的业的迄个行业去啊，啊，所以别行的伊都拢无适应去的新的。啊，而且伊个包括伊判断袂了谁，因为过来问我看啊，安尼是会使袂使？伊我若讲袂使，伊讲啊，啥人袂使？我袂使就是袂使，就绝对袂使，因为你去绝对念。伊讲啊，我敢甲你保证，我绝对袂去念。我讲吼，你唔免保证，我甲你打赌，一定去念。哈，安尼是我较清楚啊，伊较清楚。你绝对袂使失准，咱的业识还袂净化以前，你常常拢会失准。啊，失准的时候，铜嘛会失准呢？什么是铜？就是讲，众生拢有识。那要修吼，那个平顶看待，这就是通。啊，你无法度体会安尼的人吼，你对这世间的财色名利，你会失准，有分别心。我讲，你若对财色名利你相中的时候，你绝对会失准，因为你的眼光有限。我讲咁对。做对的吗？因为你都已经看，你都向遐看齐啊！你哪有可能袂失准的啦？啊，你若已经向遐看齐，你绝对是看遐较有气，看有个人就看有气的，安尼敢是失准的？啊！所以有时候是意失准，有时候是什么同失准。安尼咁对，所以人的业识还袂净化，低见低慧的人，你绝对会失准。哦，该等视一切众生起慈悲的时候，你无法度，你因为你向财色名利看齐。当义绝对要分清楚的时候，你又分不清楚，袂使去就袂使去，你嘛分袂清楚，迄嘛失准。真正，你要自己要救人，要行菩萨道，你绝对袂使失准。你若失准，你是咩行菩萨道？哎呦，我们家讲吼，这款功夫啊，一千世以后再来讲。我讲来讲无过分吧。不过嘛，会失准，会适应哦，你智慧无出来，会失准，失准要向菩萨道，哦，这家己准度都有问题啊！你哪有法度救人？家己要解决都有问题啊！你哪有法度救人？你讲安那，恁都变恶，唔是变恶，即摆还条条啊，豆豆啊，豆豆啊，熟处转生，生处转熟，这会记的，这爱会记的，这是足好的法哦。熟处转生，生处转熟，你爱做熟练，你袂使小夸恶者，你就感觉有够。无够，一世无够。